我是小鹿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昨天请了一天假，我这两天有点感冒，抱歉。这屋这个灯吧还没有来得及换，我这个直播间不是刚换的吗？然后那个灯还没有换完，没有，后天吧就好了。是不是有点后面有点太亮了是吧？然后我们再跳一个舞吧，谢谢大家啊。
昨天我请假，因为我感冒了。然后大家把这个心点一下啊，我们把心点一下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哥哥们。大家喜欢露露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啊，我们把心心点一点，还有直播通知勾一下啊。喜欢小鹿的直播的通知可以扣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心点到1000啊。再跳一个啊！心，哎，我还有心，就5颗吗？太少了。来，我们跳个舞蹈，兄弟们，我的兄弟们呢？一天没看见我了。来，我们扣个1。
把那个心点一点啊，我们把这个心点到2000哦，谢谢谢谢哥哥们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直播的通知勾一勾啊，我们下一个麦序跳别的，直播的通知可以勾一下啊。现在是174，后面176，手速呢？哇，这么快！哇哇哇哇哇！今天可以啊，今天不错，马上就要到200了，还差6个耶！谢谢哥哥们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把心也点一下，我下一个麦序给你们跳吧。下个麦序我们穿黑色的衣服然后跳。下个麦序穿黑色的衣服跳吧，这个。不太适合跳那个别的，好吧？没有，我下去换个衣服。马上就要到麦序了，时间啊，到时间不够跳，跳一半就要下去了。下一个，下一个那个，我们换黑色的衣服，然后跳。去换个衣服什么的，行，那我去换衣服，等我啊，拜拜，我去换个衣服下来，好好，不太累，拜拜，一会儿15分钟之后下来。